山东卫从这儿合住以后啊，像按长，按长以后用你的肘去挤对方啊，用你的肘去挤着对方，挤住对方，勾脚再移重心，从这儿同时扫过来啊，同时扫过来，用你的这个肘去打对方，对，扫过来啊，勾，把这脚勾过来啊，顺势，那扫过来，勾过来啊，对，从这儿穿出去，重心移到你的左腿，对，啊，下沉合住，膨住了劲，以后再拉开，对，看啊，往下压对方，左手往上提。来，顺势盖上来，往对方的面门啊，面门那儿盖上来，是吧？移重心，提腿，顶对方，上步是勾住对方的脚，哎，还有一个往里扣着脚，所以呢，到这时候看，一个穿掌往对方的咽喉、心口窝、盘中穴这啊，就是啪就可以打。因为人高人低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往他的盘中穴也可以穿。打过来以后啊，看，双手往前先捧开上，完以后往上领劲，翻掌。从这时候转身的时候，先用你的两个前脚掌，看啊，两个前脚掌转动，对，啊，从哪儿哈？对，哎，脚落实以后。扫过来的时候呢，用你脚后跟啊，再勾一下，用脚后跟为轴勾一下，啊，用脚后跟为轴，对，同时扫的时候，你看，这过来以后，你要挤过来以后，你要哈，它是一个同时的扫，哎，这是立掌往上劈，劈对方的面门，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啊。